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从2017年开始，韩国 일간 스포츠 每年都会在过年前对 idol 们进行最帅最漂亮的男女 idol、身材最好的男女 idol 的问卷调查。在2019年，最帅男 idol 一位是 ASTRO CHANU， 最漂亮女 idol 一位是 TWICE 子瑜，身材最好男 idol 一位是 MONSTA X SHONU， 身材最好女 idol 一位是 MAMAMOO HWASA。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24组 idol 团体116名 idol 们挑选的2020年最帅最漂亮的男女 idol 以及身材最好的男女idol 排行，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共同五位 Golden Child 的全部名，Tomorrow by Together 的苏炳，共同四位 GOT7 진영，NCT 재현，三位 Seventeen 승관，二位방탄소년단 V， 2020年 idol 们亲自挑选最帅男 idol 排行，一位是 ASTRO CHANU。共同五位 소녀시대 태연，IZ*ONE 민주，共同四位수지，TWICE。이지예지，三位여자아이들미연，共同二位 TWICE 子瑜，Red Velvet 아이딘，爱豆们亲自挑选最漂亮女爱豆排行，一位是 소녀시대 유나。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爱豆们亲自挑选的身材最好的男爱豆，六位 NEWIST PAECO， 五位방탄소년단정구，四位 ASTRO 문빈，三位 Seventeen 우지，二位 MONSTA X SHONU， 爱豆们亲自挑选身材最好的男爱豆，一位是 EXO KAI。共同六位 Red Velvet 슬기，모모，五位一级娱乐，共同四位陈敏，위키미키도연，三位현아，二位여자아이들수지，爱豆们亲自挑选身材最好的女爱豆排行，一位是 AOA 서령。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